好，观众，我哋今日继续 Final Fantasy 七啊，漫长嘅旅程啊，而家先13集啊，就玩咗好少嘅。咁我哋咧，上一集咧就玩翻转头咧，就攞咗好多嘢嘅，系啦。咁啊，类似少少嘅攻略啦，咁啊，执晒啲咁样嘅头饰，同埋呢一个嘅蜜蜂馆会员卡啦 ，Honey Bean。咁啊，而家可以入去呢一个雷女嘅地方。OK， 呢啲咁嘅薪水唔应该嚟嘅地方，我哋入去睇下有啲咩咧。哇！你手上那闪烁发亮不就是会员卡码？请进。好啦 ，Aris 喺出面，哇！即刻好多狗公围住啊！一定有完美嘅女装所需嘅东西会进去了。哇！爬添，一个 MK 六，一个宅男，一个打工仔。好，再见啦。What？ 客人，请你快点。OK。根据攻略咧，就喺呢度咧可以攞到两样嘢嘅。咁啊，呢两间房你可以入去嘅。如果下面咧就要同十个大只佬冲凉，你可以攞到泳衣一件。如果呢一度咧就会有一个大只佬同你瞓嘅，咁咧就听我好变态，就会攞到一件女装嘅底衫。咁呢两个咧就冇得入噶，咁你只能够夹嘢嘅啫。女王套间。这间房好似有人，我哋偷睇下。哇哇哇！哇咁恐怖嘅，有个人喺度。你呢个兵乜水嚟啊？风声已经停息，这是复活的魔王的咒诅。我最爱的女王幻没醒来，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出翻嚟。自古流传的那片土地的传说，再不提醒他就糟了。我们不是约了神罗总裁吃饭吗？你去跟他说，没法说咯。唉，算了，应该是他的靓嚟啊，呢个乜水嚟？自古流传那片土地的传说，我真给打那个总裁烦死了。每次嚟到呢个米德加出差，都会碰到啲事，背着白色嘅，我哋白色嘅巨剑。我哋大老远从金蝶来到米德加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你算好了，只是管照明，我可以穿上这笨重的装甲。嗰度扮嘅 cosplay 啊！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总裁在这里找乐子的事，给他老婆知道了。哈哈，不会吧？我没听说这回他要完了。啊，总裁先生，不是尊贵的王。Oh shit, man！ 我哋玩紧 SM 啊！叫佢啲手喺度扮冇事啊！好啦，睇睇呢间先，情侣套间，偷睇呢个偷窥狂 Cloud， 系 what？ 呼咩事啊？怎么了，老头子？老是唉声叹气，你是知道的老伴？咦？还是为这间房间的事吗？是，我知道这间房间是儿子特意给我们做的，可是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好过头了。全部都很舒服，很豪华，但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当然了，这些是种酒店来的。别太胡思乱想了，这是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区，你再抱怨的会遭到报应。What？ 这个是个仔租给他爸妈住，这么大整的。这个地方呢就是。可以咧，佢帮你化妆嘅。你觉得我怎么样没兴趣？嗰啲油脂粉俗嘅女人，我唔会中意嘅。你搞紧咩啊？哇！太肤浅啦，你哋无视我。唉、哎，真系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要试下拣间房啊。咁我就唔想同十个男人冲凉啊，咁所以我就拣呢一间。同埋好似。女性内衣 sexy 啲，决定了，请进房，不会再改变住，唉，唔会啊，诶，清别身嚟，真是个暴躁嘅客人，啊，里面有啲咩咧？有冇女女等紧我咧 ？What the hell？ 有个浴室喎，帮我冲凉。咦，女士，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哇，又翻嚟啊，我头痛。
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就喺度摇嚟摇去干什么？你以为光谱着头就能够解决问题吗？哇，这个咁似我嘅灵魂嘅，我顶！哎呀，客人，救命啊，来人！只是袖手旁观的话是改变不了什么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好像开始行动了。什么开始行动？醒来吧！What？ 擦擦擦，啪啪啪，好痛哦！因为 HPMP 全回复啊！醒来吧 ！Shit man！ 呢个大只佬咪搞过我啊 ！What the hell？ 呜，太好了！宝贝，你居然可以脱了，不行不行啊！别那么紧张。人人都说青春既漫长又短暂，我们下次再加油。时间到了，再见，宝贝。What？ 对不起，发生了这么多成人的事，为了协议，请收下这个吗？得到关键道具女色内衣。这块破布给我，别乱来了。阿 Cloud 其实好想要。其实他是喜欢男人的。好了，我们入回来。哼哼哼，累死人了。咦？还是没兴趣？你夹个屎忽都没用啊。哇，不要。应该跟这个说。要扮成女人的话，可真的要好好准备一下。这里好像可以化妆哦。叫他们帮我化妆。请你帮我忙帮我化个妆。天啊，化到只鬼咁样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集齐咁多嘢呢，係搞啲乜嘢呢？点解咁样做呢？就哇仲围住緊我个女人。我哋要闩门喺度 moonwalk 㗎呢一个。你右班警嚟㗎。哦，我又要买花，可是一看见漂亮女孩我就特别紧张。怎么搞得好像本能地进入警戒状态了。这个休班警制服未换就走去沟女啊，来这些地方。好、oh, ,sorry, 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的女儿来的。你们望下算啦。好啦，接着我们就要换衣服，接着就呢快试试吧。拿到了，好啦。好吧，我豁出去了。咁啊，而家带晒所有嗰啲关键道具喺身啊，头饰啊，嗰啲咩呢？究竟系咩原因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可以咧，令到咧嗰个变态佬咧拣你啊，就唔会拣阿 Tifa 或者 Aris。谢谢你吸换新的睇法，我啲父亲又充满啊，大家呢个睇见过啦，呢度好啦，呢个之前我哋已经睇过啦，不准偷看。头先我已经偷看咗好多嘢，对住正经嘅女仔，我要系好正经嘅，怎么办好看呢？一剩翻我一个人嘅话咧，啲人啲变态嘅就开始出嚟啊！假正经，好，我哋而家上去啊 ，Don 嗰个嘅地方啊。咁睇下会唔会揀我哋啊？哇！你啲姊妹也够野火的，进来进来。有两位女士进来。好啦，呢度睇过啊，我哋 skip 到去嗰间房度先，等我自己 run 啦。好，我哋喺个地牢同 Tifa 倾唔计啊嘛，大家想睇下啲咩对白嘅话咧，睇翻前两集啊。嘻嘻嘻嘻嘻。好，睇下我哋咁多装备会唔会揀我哋呢？喂，好姑娘们，到底到老爷面前排成一排。中文译名好似叫古根留美啊！哇，太正点了。喂，古留根未啊？我看看该选哪个小柳儿呢？嘻嘻。
这个好不好呢？揀我啦，揀我啦，好兴奋啊 Cloud， 揀我啦，揀我，拧咩面，扮怕丑，就决定了，决定了，今晚选的就这个健美的笑，等等等，我试试出 ，Oh no！咁啊，大家知道攻略啦，余下的你们拿去享受吧。好啦，究竟有啲咩分别？哈哈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你班死闲湿佬，小美人，我入房你就知道咩事。咁啊，如果拣咗第二个嘅话咧，咁咧你就要打另外嗰两个 Califair。跟住咧，你入去咧就会见到咧 Tifa 或者 Aris 嘅。咁啊，如果但系我哋得我哋一个嘅时候，终于只有我们两了。好吧，我的小猫咪。到爸爸这里来 ，come to papa， 想一棍拗落去啊？点样行？点样咧？咦，冇反应嘅？喂，揿咗掣噶咯 ？Come on！Bugs， 难道有 Bugs？ 好啦，睇下咩事先。OK， 我呢度好似兴奋剂得到一啲。都系唔得嘅。诶，得啦！哇，你睇我嚟，我怎么看都不厌。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。哈，你的嘴可真甜。你想做什么呢？你想做什么都行吧。Oh shit， man， 我忍不住，这就来吧。亲我一下吧，亲一个，好啊，好变态呢个。等等，哇，怎么搞的是谁 ？Cloud， 你难道真是 ？What？你在这里变身的男的，怎么一回事？对不起，现在要发问的是我们。我整到 Cloud 其实很想搞，你要你手下去找什么？要不是说我就把他割了，别这样，我传说了，快说吧。 OK， 不是，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谁的指示，我说出来就没命了。好啦，傾完對話咧，就要去講出嗰、那個究竟你計劃乜嘢？古流金尾，等一下，閉嘴，先聽我説完嘛。你會覺得像我哋這樣人渣，在什麼時候先會講出真話呢？在死時有覺悟，我哋上次有必勝嘅把握啊！在走投無路時，我哋試下，哈哈。哦，啊，記得清。好啦，咁啊呢一度咧就继续咧就会去翻之前啊嗰啲嘅剧情啊，我谂大家睇过咧，咁啊打埋嗰只怪咧就会去翻我哋上一集最尾嗰度噶啦，下边上两集啊。OK， 咁啊打完啊嗰只大佬嗰只怪兽之后咧，咁啊去翻我哋两集之前嗰度啊 ，save 一 save 先。咁我见大部分啊，网上面嘅walkthrough 啊，即系嗰啲攻略，大概都系60多集左右嘅啫。咁我就跟呢个 target 去到做啦。咁我哋下集咧就开始继续我哋嘅旅程啊。咁啊，之前咧就补翻呢两集，补翻之前 skip 咗嗰啲嘅啫。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